且今天这个场地是不是很特别？之前不是有拍过一集跟大家介绍说我们的工作遇到很多艺人跟选手，那今天呢我们会遇到两个奥运选手，是之前没有介绍到的。那今天我现在是工作的状态，那大家等一下就跟我们一起去工作吧，看我们工作在忙些什么。这个场地真的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的那种竞技的场地。Hello， 二号边。这个项目是平衡木，觉得超难的，那个木超窄。嗯，哦，相当优美啊。对，可是它会有一些小，然后等下放在那边那些。哦，好，什么小事，反正稍微远一下。OK， 好好好，然后这边就是开场，然后开场就在这个地方。OK， 这边开场。大家好，我是立群。我现在呢，哈，斜杠人生呢，哈，我进入到了 YouTuber 去，所以以后在路上看到我，麻烦叫我一声有。因为是第一次这种角度，我们会开设自己的社群平台，动力社。然后除了脸书以外呢，还有 IG 跟 YouTube 的频道。好，所以大家记得三个平台要一起追踪哦，耶！结束这边了，然后我们要去拍。等一下下一场是另一个选手，是射箭选手，你知道是哪一个吗？你猜到了吗？我们等一下见吧。到下一个场地了，好隐秘哦，跟小编二号会合。他刚刚上一场已经结束，先来到这里了。大家有认出来吗？这是一个学校。哦，我看到我们今天的主角了，在哪？耶、yeah! ！OK OK， 哎。等一下开场的部分，我们会在那个司令台那边拍，然后拍完之后就会聊提纲，就是聊这些，比如奥运的表现啊，然后两个队友的默契的趣事什么的。等一下立群哥来的时候也会跟你稍微捋一下。哎，但是开场你可以接受？可以啦，我说出来不能接受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照的，可以。那个什么 Power Ranger， 让我来。哈哈哈哈哈。你是有我包吗？因为我包，我觉得有。现在趁拍摄空档，不知道雨虫可不可以跟你学怎么射箭，可以吗？我以前也是有在夜市射过气球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但是这个会不会很重？根本就没办法拿起来。蛮重的，所以可能要再请教练准备一下比较轻一点的空。这么好，所以可以吗？对，好。好，相当期待，因为我觉得子瑜射弓箭手很正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那么正，好不好 ？OK， 是这个吗？嗯，我觉得整个像一个大 level， 这个已经。我也是从这个弓开始练。真的吗？好好好，那我应该要怎么拿？嗯，这就是你的左撇子，右撇子，那就是左手拿右撇子，对。然后，我是偷用，就是如果怕手指会痛，没关系。我会教你很快。通常就可能面向前面。嗯。那我要怎么让它射出去？我放开它就射出去了。好。然后可能要注意手腕的这里，就有可能会打到手。你这样讲很害怕。很多人都是可能出门的。啊，你这样讲我还要拉吗？好，可以先不用这么的。好，那我有点远哦，要不要近一点？好。
我就觉得有点害怕了。你可以抓他一下，没问题。你可以碰我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我好紧张。要怎么瞄？我要瞄准哪里？任何画，你可以打到靶子就不错了啦。想那么多。好，凭一个感觉。好。我是哪？还有天分的教练。八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有哪里需要修正的？可以。真的吗？你是没错，真的有哦，我是真的有射在靶子上，而且是没有靠近，很靠近哦，非常 close 了，好吧？早点加入也可以成为女子团队。这是奥运看到的那一把吗？哦，所以它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？也没有不一样，它就是竞技团体攻的，就也是依据我个人的喜好，然后把它调整成。这样子哦，我一直很想发问一个很不专业的问题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都会需要背这个。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旋拉到下巴的时候，它下面的旋寸贴近胸部，然后有可能会削到，就会受伤。哦，对，我还有个问题，为什么弓都要弄到嘴巴？这是一个固定点，就跟枪一样，有两个点要互相的。哦，原来，谢谢。那我还要再问一个，为什么靶上的纸会有线？好像纸会有，对，因为我以为纸就是纸，但它上面都会有一条一条的线。靶子的种类它有分成，就可能比赛专用的靶子，或者是像这种耐用性会比较高一点。哦，就不会一射就整个飞掉破掉，就是。因为可能有时候比赛中途会遇到下雨之类的。哦，谢谢，谢科普，感谢你。5、4、3、2，耶！今天不止聊运动，我们当然就是要跟选手来玩一些有趣的游戏嘛。那听说呢，邓宇成有一个绰号叫做业余宅男，好，对，来，业余宅男邓宇成的挑战要来了，那究竟他能够打到几题呢？我们来拭目以待，请出题。大家看得过瘾吗？其实我没有什么说话，因为都在工作中，所以就是我们的大胖魔王帮我做侧录，是非常写实的 vlog。那下次如果有这个机会呢，我再拍一些比较生活的 vlog 给大家看。就是这样子哦，下次见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今天拍的这个影片呢，其实会在我们另外经营的一个动之 sports 的平台会播出，大家也可以锁定一下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喽，拜拜。现在拍射箭的画面。好紧张啊！哦，正中红心。